都装好了，装好了，装好了。走。社长，这些文件怎么办？烧掉。是。东山君，任务完成了。我们已经在设定的36个目标处安装好炸弹，明天一定会把上海炸个底儿朝天。 这可是火神行动的最终阶段，只需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明天早上10点，中国人就会知道什么叫恐惧。冈仓君，明天10点，东山他们要执行火神行动的最终计划。我只知道他们会引爆定时炸弹。引爆一枚定时炸弹。 不过是摧毁一栋大楼，火神行动最终计划没那么简单。那样会死更多的人吗？嗯，到那个时候，上海会成为一片火海。小鬼子像是要撤了，我看到他们不停地搬东西。 我担心的事儿啊，日本人的火神行动并没有结束，他们上一次的行动被我们破坏了，肯定不会甘心。喂，好，等一下，唐医生找你的。是谁啊？不知道，是个女的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唐玉锦。唐医生。 明天早上10点，东山他们执行的火神行动的最终计划。我不知道行动的具体内容，请你们一定要想想办法，不要再让无辜的人丧命了。二锦是谁啊？是疯子。明天上午10点，日本人要进行火神行动的最终计划。难怪闹出这么大动静，看来他们这次行动是非同小可呀。 阿锦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既然他们要搬家，就说明这次行动的结果跟京都株式会社有关系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早上，国军的主力部队就要进入市中心地带。京都株式会社就在这一片区域内。我们不知道火神计划的最终目标，我们只有围攻京都株式会社。 才有可能发现线索，找到火神行动袭击的目标。时间紧迫，也只能这么做了。小虎，啊，快把同志们召集起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我再给老爷打个电话，让复兴社也参加阻击战。好。老丁，算我们包夹帮一个。小虎，把弟兄们都叫来。 小伙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日本人打到了咱们家门口，我们中国人不管有枪没枪，全是战士，一定把小鬼子打个屁滚尿流。嗯，我知道。老弟，你放心，我们复兴社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的行动。好，再见。 来人！召集所有的人马，马上赶到京都株式会社。站长，咱们真要跟日本人干吗？那当然，让他们看看，打鬼子，我们不比共产党差。走。 我们马上就要去打日本人了，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。等打跑了日本人，我再来这儿看你。
这碗酒，跟着我一起去打日本人。真恨自己不会打枪，不能和你们一起去打鬼子。打仗吗？是男人的事。战争是所有人的事，不管男人女人，都不能袖手旁观。阿宝，你现在学会反驳我了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好歹也算是经历过生死的人。有自己的想法，那是好事。好些天没见着了，刘叔叔还把他关在家里吗？别灰心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总有一天刘叔叔会明白，你是最适合紫妍姐的人。阿姐，阿姐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啊，走吧，可以出发了。走吧，走，走了。公子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哦，我有几个文件没拿，我回来取一下。真是拖沓，抓紧时间，十点之前必须撤离。是。放子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撤退的计划告诉唐一锦了。你疯了吗？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？我当然知道。你连东山的计划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我找到一张地图，估计能帮他们找到一些线索。你过来。消息，
告诉了唐云锦。混蛋，找到他们，干掉他们！是。没想到他们背叛了我们。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建筑，你看，这是京都株式会社，顺着这上面的街道往下走，布了炸弹。就在这儿，必须马上到。走，时间快到了。社长，冲出去！是。Thank you.
情感，爸爸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不记得？我记住了，非心非念，误我两忘。大声点。非心非念，误我两忘。知道你和凤子偷敌叛国了，我没有偷敌叛国，不要狡辩了。这可耻的叛徒，东山社长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失败了，这不可能，没有人可以打开那个铁盒。刚才中国人打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唐雨锦。又是唐雨锦，哼。老姚，日本人在城里的下水道埋了很多的炸药，想用这个定时炸弹引爆。这张地图上有很多红点，每一个红点都是埋了炸药的地方。你马上通知国军，让他们去排除炸弹，以防不测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走。
丁他们呢？他们在现场搜查，我有点累，先回来了。唐医生，你有心事吗？这段时间，子刚的死让我觉得。 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醒来，他就不在了。是说你和子妍姐吗？说实话，阿宝，我真的有点害怕。那为什么不去找他呢？把你的想法告诉他，唐医生。 阿杰，阿杰。
子言，我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。上海马上就要开战了，我想带你去香港避一避。我不离开上海。你还放不下唐玉锦？爸，我已经答应阿锦的求婚了。 我马上就是他的妻子，您得接受这个现实。不行，你必须忘掉唐玉锦，否则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爸，你觉得你这样能锁住我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走？我舍不得你，可我走不了，我是你唯一的女儿。 正是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女儿，这件事儿没商量。怎么了？你们发生什么事了？ 阿锦，我在京都株式会社发现了份文件，关于刘兆林的。文件里记录了他和日本人在生意上的往来。那可能是他们在做生意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可是有些生意已经构成了汉奸的行为。现在放在桌上，一会儿你看看吧。小郭，嗯，我们先出去。嗯，好。 螳螂被唐雨锦给打死了。
兆林这位老朋友，我还是应该多关心一下啊。明白。老爷，嗯，门口留了封信，说是给您的。你下去吧。好。记得冈仓正雄吗？他16年前的日记在我的手上，素来十里不山，懂会面。阿宝，我是紫妍姐。紫妍姐，阿锦回去了吗？回来了一趟，又出去了，说是去十里坡山洞了。他去那儿干？我来了。阿锦，我知道是你。知道我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吗？为了纪念你的父亲。对，16年前，他就是穿着这身衣服被人暗杀了。你不想说点什么？这跟我有关系吗？你是相信日本人，还是相信一个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我？冈仓正雄的日记里到底说了什么？是谁杀了你的父亲？是你。京都株式会社的秘密文件我都已经看了，这些年你否认的全部都是真相。
真相。什么是真相？你懂什么是真相？我就是想知道真相，为什么要杀我父亲？当年上海滩的枪王有多威风啊！你知道有多少人想杀他吗？他是自己害死自己的。我在问你为什么要杀我父亲？我曾经多少次劝他，日本人不是一枪一个就能赶出中国的。现在日本人不是还在上海，还在中国吗？我在问你为什么要杀我父亲？我是被逼的。是你杀了我父亲，对吗？